等等等等等等，说吧，人不是我们绑的，你非要找个替罪羊冲我来，把他们俩给放了。白天我看有一个人牵着只黑狗往后山树林子里走了。黑狗？对，我们先发现狗的尸体呢，不信你可以去找。什么狗？这一路上也没见什么死狗。撒谎！撒谎！三哥现在在小番茄，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。我问最后一遍，拿过这是？五哥，放开！放开！五哥，五哥，五哥，笑什么啊？你以为是狗拍照片啊？那报警是短了个手指头，认，那这儿了吧？啊，金子不给咱，差点把命搭进去了，在墨镜树里去了。